你根本都唔是恁爸的亲生后生，你是我的孙啊！啊，你跳舞哦！丁会馆，看来讲起，你就是要把我送往江崇仁做爷爷一样。金茂真查甫人，之前也毋捌见过美女，这尔好的金孔令哦，你真正是一个戆人呢！你是不是要吸着我？ 阿拉无后果，你是摩托车，我今日就要把干我你这麻烦，他被你哦继续找，继续威胁伊。你爸是心甘情愿，我威胁的啦，因为手上阮小弟的后生都做家己的囝，江超强，你根本都不是恁爸的亲生后生，你是我的孙啊！啊，你跳舞无？丁会馆，看来讲起，你就是要把我送往江崇仁做爷爷一样。今嘛有一查甫人，之前也毋捌见过美女。 这尔好的金孔令哦，你真正是一个戆人呢！这是爸吼留落来物件啦，已经找看卖啊，敢有你输啦？这敢若是爸的钱呢？他是故意要刚到城，佮有甚物状况？你绝对爱提醒你张家应该做的任务。真正有这彩车，不过谁人这彩车佮即马拢无出现？我认证明你讲是白走的，到尾甲顾好，莫互伊走去。可怜，你连你家己身体就要倒数，要甲我救。 你是我的孙仔时阵，你敢知我的心肝内，我呢欢喜，我呢激动。哎，阿哥，我呢先说，江总裁啊，你救我啦！不管这个报告书顶面是啥，拢无得改变。你是我江江林的后生，你就是我讲明讲。你是要把我把我知影所有代拢讲出来，对我伫你面头前毁了我家己，毁了你头先我的代，我才会讲什么？你别伤害了你家己啊！我你家己想讲出来，你讲啊！